喂。Hello，各位好，这是雨以前派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不是在家里？你看到后面有这个什么 Love Shopping， 我觉得太蠢了这个。然后我现在人在爱丁堡，我在爱丁堡的民宿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搬家，我先到爱丁堡现场看我们要准备租的房子这样子。所以有几家也是在走啦，然后在一月底的时候才会搬。我这边真的要说一下，真的谢谢各位的参加。我一开始想说抽奖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来，然后我就做宣传，我就做平常做影片该做的事情。然后也真的谢谢你们各位来参加这样子，总共有37名，然后所有的名字都是你们的 YouTube 的账号名字。这段 Love Shopping 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很希望你 Shopping 哎、欸，就是这样没错。好啦，你现在可以看到画面是我用线上抽奖的软体这样子。然后它有一个抽奖主题，抽奖主题就是庆祝200的订阅。然后奖项第一个是 Mr. Burberry 的男士淡香水50ml 的，然后在 Burberry 停产的扑克游戏组，对。然后这边代抽的名单总共有37名，就是我刚刚讲到37名。然后这些名字都是你的 YouTube 的账号，那到时候我这部影片底下会直接标记这位先就是得奖的人先生，我刚刚差点讲先生，就得奖的人。然后你如果看到，那你再来留言回留言，然后我才会再跟你拿你的 email 这样子，后续联络我们一些相关再讨论。好，这边我会慢慢拉，然后应该37名都有啦。好，然后他这边有试抽，我不想要试抽，我们就直接抽。然后他中奖，他是一次会出现两个名额，然后他不会有重复中奖的机会，所以就会一定会有两个人中奖。那我这边要按咯。我自己很紧张哎。哟，蓝思成拿到男士淡香组。蓝思成应该是我 YouTube 的观众，然后很高兴中奖喽，男士淡香组。然后我到时候会再跟你拿你的 email， 还有你的联络方式，然后到时候我再看要怎么把这个香水寄给你。对，或许如果你人在伦敦，然后或在爱丁堡，那我也可以现场拿给你。然后再来 Burberry 绝版停产的扑克游戏组是我们义伟拿到，义伟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在台湾的朋友。那他现在人应该在台湾，我应该会把东西寄回去给他。那我会再跟一伟联络。那就这样子咯。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参加我的200订阅。我希望我之后也可以做这么多东西，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。如果之后我到爱丁堡可以在 LV 工作，那我可能就会买一些 LV 的小东西可以拿来抽奖这样子。对，等一下，大概会是下礼拜我会做完 Q&A 的影片，然后上传。然后有太多问题，我真的想回答。你看到问题就想说，那回一下好了。不行，因为你就是要忍住，你要留到下一次的 Q&A 你才能回答嘛。他说：天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台湾？好想回，好想现在就回答哦。可能我也不会回台湾，但我就是想要现在回答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就是 Q&A， 对，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